恭喜吼！啊，咱今仔日高级班吼，搁再几点钟？咱每一个都是咱这个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吼。我先甲大家恭喜一下，恭喜啊！咱替家己拍一个抱啊，一个啊！啊，有够欢喜！这吼，我拢讲讲啊，你地球坐一百年，无当找这个空头吼。啊，所以咱遮大家拢足有智慧、足聪明的呢吼，啊嘛足有福报。咱即马要讲的吼，是讲这个妇孺的使命吼。啊，那这个妇孺咧，拄去讲吼，相夫教子，啊，咱要友好公婆、友好爸母以外吼。咱就是讲，爱为家庭走出来服务社会，啊，咱唔是要服务社会呢吼。那像咱家革命先行者吼，咱是搁要来领导一个政府的人民啦吼。所以咱是非常的伟大，咱家己为即马开始，咱就是讲吼，咱的品格。甲修养吼，咱共同来研究，共同来进步，安尼好不？好。因为咱的资格非凡呐吼，甲平常人是无共款。为即马开始呢，咱逐工转去，注意咱家己的一举一动，唔是爱养做书尔，爱佫会晓讲话吼。像我安尼拢争取机会来遮学讲话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有每一县市，咱的每一州有州办公室，拢有在训练。咱希望讲爱热烈去参与讲咱这个活动，爱当训练家己吼。因为咱唔是事务官，咱就是要指导人的吼，咱要领导人的政务官吼。啊，咱今仔要讲的。妇孺呢，走出咱这个职场，就是咱的职业的场所，啊，咱要安怎来做事，啊，安那来做人，啊，所以咱这四千人内底是精英，啊，嘛是一家人吼，啊，所以讲，咱要非常非常的合好，爱去摒弃台湾人呢，这六十。几年来歹的教育就是未合好，为什么咱古早遐合好？咱较早日本教育，啊，我伫日本来来回回四十年，所以呢，我感觉因的教育是非常的成功。啊，每一个人拢有感觉因这边的海啸，人民的修养品格非常非常感动，拢总无人暴动。啊，无人怨言，迄种的修养，全世界第一，对不？所以咱嘛是日本人，尤其咱是新民哦，对不对？咱爱比日本人搁较日本人，对不？所以因日本的教育呢，就是爱廉耻、甲礼貌的教育啊，吼！日本人惊咧，拢几多恁拢知嘛，吼？迄文明世界。啊，咱唔免讲惊到吓你咯哦，至少礼貌要注重啦吼。所以讲，咱也是讲教育从女人开始，为咱查某开始做起。查甫是天，咱查某是地，所以地咱就是地基啦吼。啊，地基呢，因为咱查某人来教育子女，来影响咱一家，影响咱的查甫人。所以呢，为查某。咱开始做起，但是呢，咱今仔日查甫较侪呢吼，咱查甫嘛是有需要吼，所以咱日本人有文明，有文明的这个法律来规定，咱台湾即阵呢拢总无法律的规范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这非常非常凄惨吼，三对都有一对离婚。啊，这个教育问题出了足大的问题，就是讲也要做老爸，也要做老母，无人遐敖的啦。啊，所以日本的教育呢，
就是讲查甫的咧，你既然生一个囝落啊，啊，你甲人结婚，查某人若无过嫁，你的薪水一半爱拨到伊的户头。查某人呢，你搁互你交几个离婚了，你嫁几个，不管囡仔的生活起居教育，一定要分工合作，因分甲足明。所以呢，因的囡仔无歹去。啊，咱呢，哦，每一遍啊离婚的时阵是无，大家拢一直在争这个囡仔。啊，争了了后咧，家己担当袂起，所以吼、哦，造成足济的问题。啊，这个问题呢，后摆爱由咱妇女会，咱来做起，咱来照顾者弱势单亲，而且咱要爱做教育的工课。咱这个外国新娘呢，吼，哦，菲律宾的嫁菲律宾，生出来囡仔，中国的嫁中国，印尼的嫁印尼，咱失去台湾的这个文化，非常的严重。所以呢，咱变一个敢那万国家吼。但是咱万国是迄个免税的万国吼，咱看文化万国安尼吼，可能较无好啦吼，影响咱这个民族意识。所以民族意识呢，日本人上好嘛，大家拢知影。咱爱恢复到六十几年前咱的台湾人，好唔好？好啊，所以咱大家人共同来提升，共同咱互相来勉励。吼啊，为即马起咧。我要来讲咱安怎来做人做事。做人做事咧，是咱的基本。人讲做事容易，做人做难，对不对？做人做难，有感觉讲做人做好做的无？举手一个，足歹做对无？人讲做天公就袂定人意呢，啊，做人嘛袂定人意。但是咱拢爱取到一个中庸平衡点啦吼，尤其是咱这同心兄弟姊妹的相处之道，咱一定爱严格，就是讲爱的教育，铁的纪律。所以铁的纪律，唔是像咱即马中公教育呢，讲哦，咱拢总自由啦，啊，无所不至自由。自由的根本标准呢，拢歪错去。因为你家己欢喜，讲我家己欢喜就好，安尼是拢无标准的，无侵犯别人的自由，甲利益为准则啦，正是叫做自由。如果呢，你那是为着家己的利益侵犯着别人，安尼就无叫民主。所以咱爱有。一个相当的认识，啊，咱是高级的官员呢，在我们团体内底，咱爱注意什么事项哈？啊，我以下咱有拍破音哈，来介绍大家，啊，请咱大家就是讲，咱后摆爱遵守的部分哈。哦，这就是讲咱妇女总会，我去印度，咱拢总吼四十八个去印度，咱去南亚遐吼，二十国家的这个记者招待会，啊，咱去足好运气遇到吼，咱国际联合总会妇女总会的成员吼，啊，所以我甲翕相当啊吼，甲伊做做画面吼，啊。以下呢，咱即马就是讲，每一个人吼，拢总无同款。有的人是随遇而安嘛吼，啊讲我安尼就好。但是呢，有的人吼，伊是雄心勃勃啦，吼。所以人讲一样理，百样人。像我朋友讲的，讲一粒米饲百外个人吼，我去要惊一条啦吼。所以吼，我也有家庭式的吼，啊有这个事业型的。啊，咱查某人呢，所有的这个典型吼，拢总是无同款吼。但是咱即马是政府的官员，咱希望拢总一致性，
共同来努力啦吼。啊，咱即摆呢，伊即、這个妇女呢，咱即个价值观啦吼，咱的价值观呢，嘛是甲咱的质啦。咱这个人的每一个人，伊的资质都是伊的经验吼，的资质，甲伊的才能，的价值观的吼，是家庭的条件，甲社会的经验吼因素吼，拢总每一个人拢无共款。咱台湾民政府呢吼，是讲会当来参加的妇女吼，是身心拢足健康，啊，找到这个真好的平台吼。咱要来好好来发挥，咱袂使输哦，查甫人对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咱勇敢的女人呢，吼、哦，咱查甫人像这个规矩，咱嘛是不例外啦，吼、哦。所以有呐共同来学习吼、哦。啊，今后呢，咱就是讲吼、哦，一定爱提升家己，防患未然啦，吼、哦。因为这个团体呢，咱家己呐徛袂掉底。咱无采讲，咱取到这个位置啦吼，后摆啊，互家己主动下台的机会嘛有哦吼，所以咱爱为家开始，咱爱提升自己啊，每一句话咱要讲都要遵守啦吼，啊，伊的激兴激动嘛爱去爱作适当啦吼，所以呢，咱呢。爱伫这个职场内底，咱的职业场所内底哦，做职场啦吼，爱有一片天，咱爱家己伫内底爱过了真自然，啊真会进步。所以呢，咱了不起的做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吼，唔是干那外表安尼水尔尔吼，咱嘛是吼爱持家。足够持家的人吼，话拢讲迄贤惠的女人呐、啊，吼啊！但是古早嘛是阁有一句话讲：女人无才便是德，这吼无适合咱伫这个场所吼。咱因为咱起码要做大官，所以咱唔是要做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嘛唔是干那要做一个讲迄落便是德的女人吼。有才便是德的女人而已，咱是要做一个成功的女人，好不好啊？好、哦、所以说这样要有自己快意的职场人生，你去把这个场所、啊、在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单位，我们要有足成就辉煌的人生，这样我们人生女性的这个的仪态是都很多啦，但是谈吐一定要优雅。我知道我们里面很多很优秀的，不用我再交代，但是都也应用会不记得啦，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、啊、我们这个团体也要时常的教育，我们才不记得不记得。我们是要领导台湾，咱袂使看外口所有的政党的大官呢吼，过去的大官吼，同款的一样，咱会予人民看笑话，佮会予唾弃，这点大家拢一定爱知影吼。所以呢，咱这个外貌呢、气质吼，一定拢爱变装。啊，咱逐天穿衫裤，吼，爱。看我有升大官无安尼吼，那啊所以呢，这个甲智慧，咱茫乱输讲话啊。所以呢，咱是爱做一个新的女性，就是讲礼貌甲智慧集于一身，咱一定爱并重的对吼。咱才迄个地位才坐会久，坐会稳，吼唔好讲。啊，我坐一站啊，啊，再挤则袂调啊，家己也无要适应吼，安尼就有够无彩的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来，咱就是讲爱蜕变啦吼、哦。咱每一个查某人呢，人讲查某人呢，查某人是十八变啦吼、
查某人诶，阿盖无讲蜕变哈、啊。阿盖又无讲，嗯，无要紧，我讲吼，无看这嘛无要紧啦吼，因为这拢是每一个人知影，是提醒大家尔，共同来研究尔尔吼，所以无啥要紧吼。这个蜕变就是讲，查某人十八变，咱伫厝里嘛是爱变，出来社会嘛是爱变，所以呢，当咱这脚已经踏出门，咱来到这个场所。是非常无同款的场所的中间，咱就是一定爱变化，袂当一尘不染，甲过去同款哈。啊，所以咱爱自我修炼，家己爱克服一切困难。咱这台湾民政府呢，咱是一个善业，咱是要救苦难的人民，咱爱要有好的制度。要爱知音子孙，所以呢，绝对呢，咱这个成功吼，唔是用金钱会当衡量哈。所以呢，咱的这个场所呢，要徛伫遮，要伫这个场所，咱伫各国的部门来上班，后摆啊吼，咱人济，咱袂使伫这个场所吼，咱。处处拢是一定爱注意，很多会有暗伤，因为有人的所在就有是非，所以可能呢，咱吼袂使无注意别人的鸣枪，吼啊加暗箭，因为呢，咱这是人的本性，咱唔好受服气，你家己爱改变。袂使干那阻止别人，咱改变家己，咱来磨平咱家己的眉眉角角，一定爱圆满。咱家己的磨无磨损家己的眉眉角角，你家己会受伤。所以呢，咱吼这是足大的禁忌啦吼。而且呢，咱爱远离，爱远离是非。远离明枪暗箭吼，这如果呢，你若无去避免，家己就会危险。所以呢，生存的智慧，甲做一个快乐的达人吼，咱爱时常时时刻刻刻爱注意家己吼。所以呢，咱这个场所是一个国家。最大的领袖群啊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呢，咱第一，咱爱予人好的一个形象啦，吼、哦、形象，就是讲人对你的印象啦，吼、哦、一定爱好。那每一个人予人好的印象，迄就是你最大的本钱。印象好要安怎？咱一步一步来探讨。所以讲吼、哦，人。咱一定要端庄，查某人一定袂使浓妆艳抹啦吼，啊，莫安尼讲，咱化妆爱适当啦吼，诶，自然啊，适当的装扮吼是足重要的吼，所以呢，爱水是合作一个水的查某人尔尔吼，啊，咱那是讲。装扮呢，一定袂使讲甲自己吼，啊装扮甲像个圣诞树安尼吼，会惊着人吼，安尼嘛是唔是高级官员吼，会外形哦吼，所以讲咱这拢爱注意吼，哦啊拄只会受颠倒病吼，啊咱无要紧，我一直讲过吼，啊咱这个发型，那如果呢，外口讲。好安尼，较像个电影明星吼，我看咱做大官员无啥像。啊，这个衫裤嘞服装一定要显示，咱是要突出咱的容貌尔吼，一定要端庄，要有曲线，
啊，禁忌袂使增加超过安尼吼。啊，咱增加超过反而降低咱的品格，所以呢，降低咱的品味啦吼。爱注意呢，家己的实力唔通减低，所以爱知影呢，妈，这个马啦吼，你那是讲要做一个好马，马是爱配一个好的马鞍，所以讲咱有一个好的品质，咱有一个好的头脑，养马来一家做大官，啊，有一个好心要来做善事，咱的装扮是一定不能丑化自己啦吼，迄个形象啦吼，这是拢爱注意的吼。所以呢，咱永久袂使疏忽。古早人呢，讲服装人就是讲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嘛，吼。所以这是一个你本身予人看的形象的本钱。啊，佮而且呢，咱袂使吼讲这个奉献的这个心。袂使一直求大家啦吼，所以讲咱来遮呢，我当有讲过吼，普通奉献做善事，只有顾佛祖，袂当顾百度。啊，咱呢一兼二顾忙啦，兼洗裤对无？咱的薪水讲足悬对啊吼，所以咱做善事，阁会当做官员，地位提得到，咱阁顾都阁顾得到。有够欢喜无？吼、哦，所以这足无简单吼、哦，大家福气足有吼。拄则讲这个强女人吼，煞、变倒病了吼、哦。啊，咱无要紧，拢听我讲，无看拍破音嘛，无要紧啦吼。所以咱讲，女强人甲强女人有共款无？不一样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女强人呢，一般的女强人，予人看起。拢是足厉害迄类型吼，伶牙俐齿，而且吼绝不饶人，叫做女强人吼。啊，我希望呢，咱大家拢做强女人，好无？因为强女人呢是心态、姿势拢足佳，啊，伊呢拢足够做代志，迄叫做强女人。啊，女强人呢是姿势足悬，无一定有实力，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去分辨，咱袂使强到吼，予人看到人就是退三步，唔谈你做伙，安尼就是家己的失败啦吼。所以咱虽然呢，走出咱的家庭，咱要来甲这个政府服务，咱为人民来服务。咱是强女人，不要做女强人，好吧？因为强女人会予人感觉很可怕。包括若未结婚的呢，有可能查甫的嘛唔敢挖金啦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我希望讲咱台湾的妇女呢，拢爱像过去的日本婆啊，闻名世界。所以呢，咱为即马开始。为咱家己做起，为咱的子女做起，会当讲恢复到咱台湾的妇女是世界第一，好无？所以呢，咱即马吼世界第一吼，足济查甫袂过去，无论偌济付出代价，袂过去找外劳来结婚，袂过去娶外国人的一堆啦，安尼对唔对？啊，强女人呢？姿势很低，不会看清男人，尊重男人，提起咱的素养，会当好好来。咱查甫人是天，无天嘛是袂使。拄只咱秘书长讲吼，无查甫人，查甫人过袂落。咱查甫人无查甫人嘛无法度点着，咱嘛是爱靠查甫人。先天不足，体力不足，吼、哦，介济查甫人拢比咱较敖。人讲吼，后遐无法度变饭嘞，吼、哦，
查甫人是天，查某人是地，所以呢，做强女人不要做女强人哈。所以咱爱改变，改变咱家己，咱甲同事、甲咱的上司、甲咱部属，咱才有法度好好相处。所以呢，咱来这个美貌哈，美貌会当。美貌呢，拄只咱有讲过吼。美貌虽然会当征服男人，但是呢，咱水甲超过吼，嘛会引起人来嫉妒啦吼。所以如果呢，那跟我做伙，我一定袂啦吼。如果你若有上司是查某人吼，你装甲每一个丢数拢比你的上司吼，拢徛伫头前，佮做女强人。安尼来讲，有可能呢，你伫迄个环境很快被淘汰吼。所以呢，这嘛是爱注意的所在啦吼。咱查某人装啊足水，但是呢，就是讲。这个距离也要注意了哈，不是在查某人的上司的头前，咱爱适当尊重以外，尤其男孩子嘛，足爱面子的，对不？咱尤其台湾的查甫的古早的哈，哦，这真严重哈，所以呢，咱适当在公共场所。和查甫人吼、哦，足有面子的，好无？所以呢，这就是咱查某人即马起，咱查某人要爱受到查甫人的疼惜，咱就是爱尊重查甫人，查甫人才会尊重咱。咱互相即马起，希望讲咱台湾政府执政的时阵，咱的离婚率咧，卖遐悬。吼、哦，这拢是造成后代真大的不幸，所以咱为咱即马家己咱四千个做起，咱是互相的尊重，互相疼惜，好无？咱呢，这个美貌呢，吼、哦、是真正重要，但是一项是非，咱嘛是爱去注重啦，吼、哦。有人的所在。都有温婉哦，啊，有温婉都有是非，咱爱尽量去避免吼、哦，介入争斗啦。因为咱的敌人不是在里面哦，吼、哦，咱这的人，咱拢一家人吼、哦。台湾民政府，包括咱四千人，后摆啊二十万人要来执政的人员，咱拢一家人。咱的敌人是在外面，不是在里面，所以切记里面内斗啦，哈。所以呢，咱唔通吼被人家淘汰，因为内斗咧，就有人会下台。咱唔好讲一位坐甲好好，为了芝麻小事牺牲自己啦，吼，这嘛是讲咱爱注意。啊，要安怎注意呢？咱就是讲吼，咱。好，都假这是，哎，女强人呐、啊，强女人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吼，这个是非嘞，吼、哦，是非常的可怕，所以咱爱情绪控管呐、啊，每一个代志呢，哦，喜怒咱未使讲住喺面面呐，我伫日本住足久吼、哦，日本人因的修养吼。伊在跟你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初绝对看袂出来伊的面色在无欢喜，所以迄是爱控制家己的情绪。讲甲如果那对方无道理的时阵，因嘛是用言语表示，袂使有肢体的表现吼，安尼引起争斗，而且会吵架。这咱。住伫内底，咱那是兄弟姊妹，所以这嘛是爱注意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这若无注意咧，咱家己会找来
足济麻烦啦吼。咱要爱注意这一个爱尔，我拄只讲的标题：爱的教育，铁的纪律。我们要把自己管好，不要老是管别人，安尼对不？吼、哦，咱家己管好，别人是别人的代志。如果每一个人安尼遵守，咱袂甲人冤家，袂甲人计较，度量爱放较快，好不好？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人嘛是爱谦虚啦，吼、哦，咱谦虚是美德啊。谦虚呢，虽然咱家己足够，但是呢，吼、哦，咱嘛是袂使讲伤过头碰风吼。真济，如果你若碰风过度，啊，无修养的人，伊就会甲你攻击啦。咱卖予人印象无好啊，吼、哦！你若是这个吼、哦，谦虚过度嘛袂使啦吼、哦，谦虚过度呢，所以咱爱讲中庸啦吼、哦。为人处事，像咱来参加的一挂妇女吼，哦，实在都有够牛，吼、哦！啊，像头前这个吼、哦，哎呦，我袂晓，我袂晓。袂使谦虚过度，会变看起来那像自卑安尼共款吼，这是无正确吼。所以呢，会互家己咧失去机会嘛有啦吼。啊，佮而且呢，研究家己吼，一定爱知影讲家己足优秀，要逼自己一点，谦虚刚刚好就好。不能不谦虚，但是谦虚不能过度，让人感觉你是自卑，这样不能。所以呢，要嘟嘟好就好啦吼。啊，咱呢，这个天真啊，甲坦率啦吼。咱来就是讲，咱人要足天真呢，莫讲吼，为人讲计较计谋迄种来讲，用心机啦吼。咱介天真无用心机，大家足欢迎无唔对，啊坦率呢，唔过袂使无注意，你伤过头坦白呢吼，嘛是唔好，互别人有机可乘，家己嘛是会危险吼，所以拄拄啊好就好啦吼，拄拄啊好，咱即马规。规波讲起来拢拄拄啊好，就好安尼吼，卖超过啦啊啊！所以讲吼，咱即马咧要安怎来捍卫自己吼？咱啊又搁唔对起安尼吼，好这样吼。咱即马讲要安怎来家己来保护家己吼，捍卫自己啦吼。所以讲，咱对人足仁慈，但是呢？别人不一定啦吼，会对你吼有疑。这世间咱当活这一个岁啊，拢有度过吼。所以呢，咱这个场所，是干那讲人情所在啦吼。咱是爱守法，因为咱是要执法的人员啦吼。咱互人处处咧，都一定。要给别人，咱嘛是爱留一手，吼、哦！啊，咱来善良是好啦，唔过呢，这个场所，咱是感觉足优美无唔对，过呢，你是爱每一个人，甲每一个人爱采取无同的策略，唔是讲一尘不染，拢总同款。我对你好，你就对我好。为人你对伊好，伊会嫌伊，所以吼、哦，人讲天公做人无中人意，人做人足歹做的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咱得爱有智慧，每一个人的个性无同，咱爱看会出来，怎么样来跟他相处？不要老是改变别人，我们要改变自己。我要来跟你怎么样相处，
袂使讲，哎呦，你袂使对我安尼，啊，人伊都甜甜啊卖咧，啊，你要伊安那，讲要互伊安一个吼，吼，迄就是会引起纷争。咱爱改变自己，这个人是这样，我要跟他怎么样相处？吼，迄是足大的学问啦吼。虽然讲起来，这敢那三囡仔吼，拢爸爸妈妈在教的吼，唔过呢，咱这个社会呢。大家庭，大家庭无人敢教嘛吼，老师加减啦，啊，但是吼，有学到的人也有学到，无学到的人也是无学到，啊，咱拢互相来成长，互相来探讨，咱吼，唔好家己去受伤啊，所以讲你对人严，人无一定对你义。这个不变的道理是人性啊，咱现在说几波都说人性啊，这个非常非常了解，很难了解，啊也很难做的事啊，不过咱就是高级的官员，我们不能不去做啊，啊所以咱现在呢，又再说，随声千万不要生习惯啊，咱大行那讲好，啊，我大行拢讲好，做好好先生，安尼讲好无？唔好呢，大行拢总好爱看惯啦吼。所以呢，咱后摆嘛，人个上司，咱顶管嘛，阁有上司对唔对？所以呢，咱对上司爱安怎？对咱个部属爱安怎？所以呢？心连心，爱牵做伙。不过呢，咱就是讲领导的方向策略哈。如果咱的顶司呐，领导的伊的方向有偏差，咱袂使讲好哦，吼。但是呢，咱爱有方法，袂使将人的面头前，互伊无面子。你袂安尼，你就稳走路的哈。所以呢，咱爱有相当的智慧来甲调整，或是透过别人，咱若要甲剥削、指责、甲调整，咱同款爱好咱的剥削有民主，佮而且呢，一定爱佮予伊听下落，吼。所以呢，这双方面、三方面呢，咱嘛袂使讲。做好好先生，逐项拢总好。咱立刻安尼来讲吼，咱迄位嘛是坐袂掉吼。你做一个烂好人也是不行吼，因为咱爱有家己的主见，咱爱家己就是讲袂使偏差。啊，咱搁爱顶悬爱好，要搁予伊听了会欢喜会接受，咱爱。剥削会听咱的，这爱足大足大的智慧，所以我们必须学习，安尼对唔对？吼、哦，迄每一个人讲一粒米百外的人吼，迄、哦、是足歹应付的啦吼、哦。这点即马开始，咱嘛是爱慢慢来学习甲注意啦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咱过来就是讲无主见。拄只咱讲的是讲吼，咱拢无主见，啊，拢总去听人个，我是讲袂使，所以讲咱后壁呢爱讲无主见，下底讲也好，顶悬讲也好，安尼嘛是袂使只，迄号做束手无策，家己无家己的主张表示。你家己没有独立的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这嘛是袂使。如果呢，咱秘书长讲，啊，咱凊彩啦，读国校的嘛做校长，啊，但是呢，咱吼、哦、要安那做校长吼、哦，私底下家己嘛爱小研究一下吼、哦，在职场上绝对袂使绕开。袂使绕开，你爱有智慧。要安怎，互上司讲
看到你未漏开的所在，要和菩萨讲：“哎呦，啊你比我都较未咧吼，这都大学问啊咧吼。”所以呢，咱爱客气，一定要客气，未使未个假的吼，啊个要摆架势讲我是上司呢吼。哦，所以这嘛是念地的下台吼、哦，这呢，咱是家己一定爱锻炼，有只有这个心啦吼，爱找到咱这窍门啦、啊，应对的方法，应对的方法，人讲三个臭皮匠，一个诸葛亮。如果呢，咱的部族找咱问题。点时要叫咱做问题，咱无法度应对，咱把事情讲，我考虑一下，你袂使讲我袂晓的呢，吼、哦，安尼就了闹开啊！咱凊彩来找几个啊朋友，啊，咱来研究三个破臭皮匠，一个诸葛亮，咱正来解答复，茫现场闹开，安尼迄位你坐袂着，吼、哦，所以呢。咱这足重要吼，予家己有思考的空间。咱家己当个研究看卖啊嘞，找无找朋友研究看卖啊。咱正给上司咱的部署答案，安尼好无？安尼对唔对？吼、哦，这是我的小小建议啦吼。啊，咱嘞，搁再来，就是讲吼，咱袂使吼抱怨不离口。规工拢嫌东嫌西，这呢叫做挑剔啦。挑剔呢会造成呢，予人歹、足歹的这个印象啦吼。咱讲唇沫是金，咱点点会当吼，予人感觉你袂讲安很难相处啦吼。所以呢，咱呢袂使安尼。怨天怨地，啊，无爱改善家己啦吼。改变家己是唯一的方法。如果呢不满、牢骚呢，咱爱做一个选择。咱的台湾民政府即马好不容易四百年来，敢若有这边建国的机会，我们不能在里面变成呢。鸟鼠屎，家一一骹门拢弄歹了了，所以呢，咱如果对这个团体咱未适应，又搁无法度改变家己，咱选择离去，哈、哦，选择离去，不要又不离去，又在里面作怪了哈。安尼影响呢？我们台湾咱领导所有的人吼，这嘛是足重要的。诶，改善有啥物足好笑吼？是毋是？诶，我有讲了有唔对吗？无哟。嘿，诶，那爱纠正一下吼。诶，因为咱是互相啦，毋是讲诶我家人啦，为人拢比我比较牛啊吼。啊，所以呢。咱呢，那是讲吼，无爱改变家己，咱就是自动离开。爱是讲上好嘞，卖失去这个机会。讲啊，我即马身体吼，可能较无好些，我有需要小可休休困一下，那是最好的方法啦。后摆啊，你找自己不但好下楼梯，而且你又可以重返。基地安尼吼，安尼袂当失去你家己这个宝贵的机会啦吼。啊，咱呢，搁再来爱搁注意的吼，别人的这个秘密吼，咱袂使当作面包，当作饭食，因为别人的秘密呢，也是对咱呢吼，一点啊都无关系。有的人呢，老是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，这
咱嘛爱注意，所以袂使甲别人的代志吼当做咱的面包，成为一种习惯。这工作起来吼，不但无效率啦，吼啊，家己咧安尼，你算讲吼，家己找来找去，找家己的麻烦啦。因为那万一呢，咱知影上司的秘密，你嘛是一种的麻烦。如果呢，伊的代志呐较无好的，你知影吼，有暴露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干那你知影尔，是毋是你讲的？安尼就跳落黄河，拢洗袂清啊，对无？所以尽量不要去知道人家的秘密。如果你万一呛到嘞，当作无听到，不要去参与，迄就是一种的是非，对家己嘛是爱有保护。所以咱即马是大官呢，咱即位是足大位的呢，咱爱相当注意，处处家己一定爱保护自己。啊，绝对不要伤害别人呐、啊！哈、哦，这是上大上大的问题哈、哦。啊，所以讲来，咱阁下一面哈，爱、哦、注意的，就是讲处处找借口啦哈。家、哦、己无要承担，如果拄到代志嘞哈，老是说别人错，这嘛是足大的毛病哈、哦。咱希望呢。咱各位，咱遮拢兄弟姊妹呢，吼，有唔对，别人的唔对，咱嘛讲啊，是嘞是嘞，迄是我的唔对。我相信吼，足少人会讲对，就是你唔对。吼、哦，我相信吼，讲倒变伊反而会歹势啦。你若老是指责，拢是别人唔对，也是伊家己增加吼脸红。耳刺啊，哈、哦！所以呢，这是一种相处之道，阿妈是一个技巧啦，哈、哦！阿妈是一种的慈悲啊，所以讲呢，慈悲有爱，绝对袂甲人有纠纷呐。咱绝对无本钱在里面内斗，咱台湾民政府尤其这四千人的精英。我们要做榜样，所以呢，唔只讲咱爱来讲这个课，时常来探讨，时常提醒自己啦，哈。这咱大家拢捌咧，但是呢，有时啊是未去注意到，尤其呢，家己绝对无法度看到家己的缺点，但是绝对未使目睭闭足大蕊，老是挑剔别人的缺点呐。安尼对不？别人的缺点是他的事，如果我们有意来跟他调整，私底下绝对不要公开。哎，啊，咱参详哎，你人有够好，啊，你这一点点的小小动作，有可能你家己较唔知，我甲你提醒一下哈，啊，请你卖生气，你若安尼，你就足完美是。人吼，十全佮十美哦，我相信伊会接受啦。啊，若是袂接受，也不干我们的事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明哲保身就好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哦，若是唔听劝解，他自己自动会被淘汰，没有我们家的事啦，是毋是安尼？卖为着要做烂好人，把自己饭碗都丢掉。无迄个必要，因为家己做家己收嘛，家己收，吼、哦，家己做家己收啦，吼、哦。来，咱个下面这一条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咱呢，以为吼、哦，咱比别人拢较高，有时是事实的哦，无一定。即马即个现象吼、哦，摆在我们面前都有啊。像我倒我徛伫遮，讲我是妇女总会总会长，迄伫下底个拢比我较牛个有够济咧。但是咧，即有关咱个注视个问题，讲阮较早去吧啦吼。有人是一定爱归在哪里福报的关系啦，吼。所以呢，
袂使讲吼目中无人，佮而且呢吼，你偷偷啊会去予人被淘汰以外吼，你会遭到走路的下场，吼，因为呢，电视如果比你较缓慢，咱要改建伊任何的代志，一定要有技巧。人呢，吼，像阮祖囝来讲，妈妈，你爱钱佮爱面子，迄是大家拢安尼啦。尤其上司呢，你予伊面子，无伊绝对保证死的哈。所以呢。咱虽然咱台湾民政府后摆啊，咱一定是很民主，而且一定唔是国民党、共产党迄套高高在上迄个权力斗争。不过，咱以前所形成的习性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都还有遗存呐，哈。咱拢一定爱注意哈，你。爱袂使呢，伫上司的面头前，足够的代志，因为你看社会王永庆，先啊朴树朴的，足大堆拢在家掼皮包。咱要讲遮，就是讲你一定爱知影道理。讲起来话讲吼，做迷信啦吼，有一个命，有一个运，一个人伊的运也好，命也好。啊！你要干哪？要老师？哼！我读博士博的，啊！我为什么怎啊？你要在怨天怨地吼？你会做袂落去。所以讲呢，比咱较牛的人做咱的上司，咱嘛是爱该扶持。安尼对不？咱有生得生，有得休。哪一天咱啊有实力，咱一定能够。站得稳，而且步步高升。那是无咧，咱归在我们自己努力不够，还是咱的运甲命较无好？不要怪东怪西，或是批评东批评西，这是犯了大忌。吼、哦！啊，过来，咱即马就是讲，不但，咱就是讲，不但。咱袂使去伫人个面头前表示咱比电视较牛，咱安尼以外，咱阁爱甲咱个上司当作发光体，因为安怎？咱是上司是领头羊，我们是跟他做伊安尼一定在行个。如果呢，咱若是讲吼。在职场拢傻个，因为这个场所，咱是政府官员，咱是各部门的这个组织体制，咱呢唔是伫厝里，迄唔是领导的人。虽然咱叫兄弟姊妹，咱是生命共同体，唔过呢，伊唔是恁囝，伊唔是恁某，伊唔是恁翁。无一定人会原谅你，这点咱唔免讲，咱唔袂使讲无注意。所以呢，别人无一定爱原谅咱，咱爱家己有先见之明啊！吼，所以呢，咱永远呢不要在这个上司面前去。争他的光环，所以呢，咱无论安怎，咱如果咱也谦虚，甲别人抱了愈悬，咱的修养愈好，让别人的眼光会看出你的优点，咱唔免家己突出去发表自己的意见呐，吼，这足重要的吼。啊，为人犯了大忌，就讲啊，人咧发表咧讲话。啊！你袂正袂吼，啊！就正袂讲，哦，这嘛犯了大忌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日本人绝对袂安尼，点点听你讲加了，伊要回答才回答，迄是一种的礼貌，一种的规矩啦吼。你咱嘛爱注意吼、哦。啊，过来呢，咱
这就是咱的发光体啦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咱的领头羊。如果呢，无伊的论述去告美国咧，咱绝对无今仔日嘛。那么呢，咱的秘书长非常的自卑甲谦虚，伊讲我无爱做足大，拢予主席伊的顶管偌济人呢？吼、哦！咱大家拢爱有伊安尼谦虚加受用啦。伊讲我做秘书长就好啊咧。哦啊，总理啥物啥物比较大诶吼，伊绝对拢无徛伫头一个。所以咱大家拢爱向他看齐，好吗？好。嘿，我拢讲伊吼是台湾诶国父吼，伊特别搞我骂呢。但是我总是我尊敬他，就是我们台湾的救星，对不？吼。啊，咱吼一定要抢劳而不抢功啦！啊，像迄天吼，咱这个内阁开会吼，咱的议长讲安怎呢？即马去吼，总理，后礼拜开始吼，咱两个吼一定要来吼，甲便所拢整理好开始。我听一个遐么分歧安尼吼，啊，所以我这礼拜来吼，我甲一个师兄吼，阮两个。时常去巡便所，看有垃圾无，确定啊去予因偷入去安尼吼，我感觉过意不去啦吼。所以咱有遮慈悲，搁遮英明，中央咱的领导人吼，真正是咱的福气，对无？足无简单的吼。我甲咱的秘书长讲，我规世人真啊对你上吊安尼吼。人永远跟着你走了哈，所以呢，咱抢功就是讲吼，咱功劳呢，就是讲一定袂使讲，家己有功劳，家己搁去宣布，咱呢爱家己讲别人好，功劳讲别人，袂使一直家己讲我。功劳安怎？人看会到，所以讲你要表现你做的功劳可以，但是爱技巧。咱做事的迄落拢讲是爱去知影迄个美感啦吼。所以讲做人就是一点点啊的美感尔尔吼。啊，我会讲这个课吼，嘛有我的因缘，我十四岁。流浪到这当今吼，社会吼，咩咩格格搞啊，无格什么格拢无啊吼。我深深的体会到，这个人真正足歹做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这是我足大足大的经验吼。啊，讲予大家人做参考吼。咱呢，即马吼，时间够啊吗？吼。啊，咱后边还有足济足济爱注意的吼，咱豆豆啊来探讨好无？啊，感谢每一个人吼，安尼聊恁的时间吼，听我这浅薄的学问吼，感谢大家吼，啊，祝大家人回去事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啊，准备做大官，啊，认真打拼，叫咱的身份证，甲叫人来上课，好不？感谢大家。今日